即将举办演唱会的尼克周汤豪，在表演前戏感冒失声，这还是通告不断，让本来热爱工作的他紧张起来，只好频频向医院报道。比昨天比前两天好很多，但前两天其实状况不是很好，然后我昨天晚上前天打了一个针，然后昨天又打一次针，然后相信会很不错，然后明天的状况会很好。 看来走红的周汤豪被公司当成摇钱树，不但没空休养，还得抱病出席活动。不过Nick依然敬业的化身专业彩妆师，连卸妆都难不倒他。卸妆是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体贴，可是我觉得女生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吧？对，还没有过。那你是愿意？我愿不愿意啊？那也要她愿意，我 OK 啊。如果另外一半愿意的话，也好。 周汤豪展现贴心的一面，相信做他的女朋友一定会享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好，我们先看左边好了，左边先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